行，就这间。是这吧？是。买证了啊。哎，好。还不走啊？我刚才好像听见里面有动静。你听听。不是，你听错了吧？快别瞎说了啊。邱宁总刚死没多久，怪瘆人的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不应该啊。哎呀，走了，走走走。一个黑色男士钥匙包，幽宁出事那天早上我刚给他换的，就一直没见着。警方给的现场物品都在那个箱子里啊。如果箱子没有的话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不记得见过什么钥匙包啊。不可能，一定有。早上我看着他带出门的。嗨，钥匙丢了也没什么，许幽宁他们单位一定有备用钥匙。你去了，